我是妙姐。新的一年开始了，手机壳怎么可能没有新的呢？那我就做一个新的手机壳送给自己。我们先准备手机壳，仿真奶油，开整。拿出手机壳，挤上奶油胶。放上装饰品，好像少了一点装饰。趁小高不在，偷偷拿他两个玩具。看来小粉丝说的没错，小高真的很喜欢粉红色。就这个吧。最后放上小高最喜欢的玩具就 OK 了。满满少女心的手机壳完成了，我果然是个天才。你们千万不要告诉小高哦。怎么我的玩具少了几个？今天的问题来了，小伙伴，你们知道小高最喜欢什么颜色吗？欢迎到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哦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